春晚焦点新闻，Verdy为你全面追踪。想要赢取由 UEM Sunrise 赞助的 Verdy 公寓、Mercedes-Benz 免费汽油、Petronas Cintium 以及 Settle 礼券，现在就添加具备 Pro Race 的 Petronas Premax 97，需符合条规。警方确实收紧了申请跨州的条件。网上早前传出，现阶段警方只会在三项条件下，也就是周末夫妻、近亲死亡或紧急事故，才会批准跨州申请。全国副警察总长纳杜西艾克里沙尼告诉每日新闻，基于国内的新冠疫情还没稳定，甚至有上升的趋势，因此五级安曼有必要收紧跨州的申请条件，并已经向各州总警长发出相关指示。社交媒体最近又传出，有女警前天接种了第二剂新冠疫苗后呼吸困难，今天凌晨在嘉颖医院逝世的消息。不过嘉颖警区主任穆罕默在义已经否认消息，表示警方还在调查，并等待嘉颖医院法医的剖验报告，警方也会针对这项假新闻展开调查。感谢收听，我是挺燕。